大家早安。抬头，请对。我们也没有地精可以买，所以就大概是这样。有两个人还在耍憨呢。OK。还蛮多地精的，有一个人起手是这个。这 CD 变短好像其实不好，所以这边显示的已经是变短 CD 时间了。其实感觉起来应该不止法师 build 的，好干，喝一个寒东西出来。是个机器人，开个玩笑。感觉有点浪费这个治疗之环的感觉。哦，没事。想说没有戳到他吗？哦，他死了，干烂透了，变幽魂了。去巨牙海滨，随时准备以海啸宣传。我带来了死。主宰，随时待命。他一转的时候不怕魔法伤害。生命即荣耀。
现在如果上这个的话，我们会有元素 combo 的问题，算问题吗？对，要么就是这样，这样子还不错。利符在手，马上就下来了 ，QQ。看一下，还可以吧。有晕到就蛮好的。魔法终结于我手。更多死亡骑士，对，更多小小。风行两星啊，风行两星有点强。我觉得，其实扣一个这个，或是不扣，然后正常游戏这个计划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就是不要管天界憨儿。像我们现在两个闪电幽魂，其实就他们是可以很快一直开大的。我们成功了，小石头。四五六七八八条。抬头，停顿。如果打赢的话，我应该不会卖东西吧？我要不要抓两个发条啊？可能会抓啦。可是打赢的，打输的话，我要卖这个，然后留这个吧。嗯。我是个机器人，开个玩笑。利弗比的装备的好。一二三四五。其实我可以上六战呢、欸，可是要把天界战神放上去，然后他不会触发，因为会有两个野兽跟两个兽人。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元素还蛮强的，所以我们应该还是先上元素。这一轮是野怪，第十轮存到20块，然后对吧、啊？这阵容还不错。哇，已经有两个这个了。不过他有在抓啦，所以他们应该没有那么容易。他已经直接三法师上来了。啊，我刚刚有咒死，那个闪电。
让我想起了宙斯的恐惧恐怖。啊，有一个人有龙骑吗？嗯。死亡骑士。有没有人有刺客？目前没有看到。OK， 法师目前没有看到。这样有点硬农啊，硬农应该感觉没有人走骑士啊。不过有龙骑憨，可看起来他也没有要走，不然就是他有骑士，他抓不全，没有办法全部抓起来。感觉是电魂超强，电魂超强。装电魂 OP 啊！所以拿到三星其实最大的几率性就是 38%。所以如果想要甩电魂的话，现在是我们的时机。哦，那不是我的，10块。这还蛮强的。最后一名吗？好，他也只有23块而已。OK。他现在有几个骑士啊？他现在有4骑。不过你看这个，这家伙被冰冻超久，呵呵，元素 combo OP 啊！狼人死灵。我想抓这只。求宰，目标采石场。两星剑圣还蛮好的。有人身上7等吗？因为我刚刚听到有人在抓，他身上7等，他硬上7等。三精灵，哇！哇，打不赢，打不赢，GG，连胜断了，看我们的3块钱连胜，fuck， 绿色保护着我前进，哦，赞，你晚了一轮来。我肯定能迷住你。这应该先不拿，我们现在比较看起来比较像是六战士配上这个幽魂呢。这只应该要再摆好一点的感觉。
干。哎，他那个，他刚在转，他刚大招在转，他大招开出来，我们应该不会打赢。这一轮是狼野怪，魔天师保护着我前进。我们可以靠一只个龙起来，纯粹是让别人比较难靠到龙，那还不错啊。反正家伙啊，他大招开出来，哦，有开出来。哦，又有两个治疗指环。那斗篷在谁身上我都记不大得。我们成功了，小石头。OK。其实我们可以升上去。上六站吧。这是近战，他有可能会被石化。看你，哦，他被石化。这游戏到底怎么运作的？OK， 隐身。随时待命。但现在我们还蛮强的。我将倒在我的利刃下。但这可以换其他憨儿啊。树不擅长运动，你懂的。我的弓箭刺穿狂风，不在话下。我们武器资料给他。应该给他，或应该给剑圣。感觉真的超 carry 的，两星电魂真的超 carry。安龙，啊，打不赢啊！狙，十滴哦，还蛮多的。我的弓箭刺穿狂风，不在话下。OK。
千五十。主宰，随时待命。其实我会把一些东西卖一卖，该把这卖了。看一下，其实感觉那个也没有做很好的事情。魔法终结于我手。魔小小。你魔 DPS 还是不错啊。这一轮是野怪。我们 DPS 应该还够吧。其实还是要把天剑战神放进来，他开始的时候是满魔的哦。三四五六，很赞。还有人类，这样应该换位置。两星这应该超强的，我们应该不会到九战去啊，不过就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六六七八九，哦，这也是战士哦。弱肉应当强食。站开就没办法了吧？好全麦。
是正好吗？这个家伙。这是什么？某种比赛吗？Okay. 这龙憨。我们现在有三个人嘞，假设拿到船哥的话，把巨魔撤掉上船哥吧。上船哥的话有四个人嘞的样子，我们应该不会用它。这是简单的，简单的憨怪物，简单的憨怪物。应该没问题啊。哇靠，超多抗魔斗篷的。我可以再合一个头巾出来。魔抗加30%。这样还值得欸。那样其实值得。这是什么？某种比赛吗？我有点想要拿到宙斯耶、欸、宙斯是一个好棋子啊。嗯，就最后一个，最后上一个法师其实就好了。我们可能还是会需要西西啊，所以要把一个，要把巨魔换成川哥吧。嗯，主要我们莫名其妙拿到很多巨魔。哦，是精灵吗？我纯粹德鲁伊。哦，东西都没给。这是什么？某种比赛吗？但会没有人类的沉默，先这样吧。大人升上去，美若冰霜。升上去之后，我们要慢慢把一些战士转掉。其实搞不好可以
用两个恶魔来让神的 combo 触发。敢 GG 吗？狙，然后就直接上去了，然后先把这丢上去之类的。下利斧在手，吓人野怪，蜥蜴寒耳吗？美若冰霜。人类也要掉。如果拿到宙斯的话，我要再上一个恶魔，感觉很困难。我战士会开始变弱，火力直球。至少拿到蛮多坦装的，看起来我们这里是不会，就算拿到宙斯带也不会上冰女啊。理论上，那撒一点好东西，海军上将，嘿，海军，该开船了。加油！差一攻速啊，差六D啊。狙狙，六D哦。嗯，乐器，田野啊！你的人比的老，利斧在手，得法。看着我的美貌。肯定有海军上将要抓巨魔刀使用。该开船了。死亡先知，不是我想要的。哇靠，打不赢哎，完全打不赢。完全打不赢吗？
哇，他被沉默了。我看这沉默也太久了。哦，是我跟他 PK 六 D 哦。影魔。干扰。谜团要抓。应该打不赢。哦，我赢，我打赢他哎，得法。看着我的美吗？可以。刚打赢他吗？没有，他那边我没有赢。变身。主宰，随时待命。你要找什么？巫妖好吗？我是寒冬死神。你的人比的好。看着我的美吗？黑龙王，狙狙，他应该打得赢，我应该打不赢。末日，干扰，两个光，我乘光而来。变魂！我带来了四。Oh my god！ 巫妖。我是寒冬。谜团。这应该太难了。很赞，爽啦！所以你们可以看出来，那个哦，巫妖，我是寒冬死神，冻神之王，你的神来了，安安，应该这个比较强吧？可能，希望，或许。好戏！猎人的大餐。挑战。劈死你！宙斯活的时候会劈人的，可我不知道他是被劈死的、啊。OK， 等战。